怎么了？今天晚上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男朋友永远比我重要，好吗？啊，行了，行了，不说了，重色轻友。早知道还不如答应志明呢，真是。秦主任，你不是要去见朋友吗？怎么现在还在这儿？那个，我刚才刚跟朋友打电话，他有事儿就来你那了。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常见，作为朋友，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。你看，像我就经常被人放鸽子，但是，哎，你不是约了我晚上一起吃饭吗？哦，对对，我本来就想带你去一家非常棒的西餐厅点。走吧。那个国外留学的时候，我就认识那个大厨了，非常棒。果然你们每个人都不简单。陆总的事，谢谢你啊。新兰，你听我解释。新兰，新兰，那我也应该难过了，因为刚刚你不是也放我鸽子了？所以找明了是吗？你这人还真小心眼儿。我小心眼儿，这说明你对我的了解不是特别全面。那我可以了解你。我能理解为你向我表白吗？你说是就是啊。但是秦雪，了解一个人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现在我身边很多了解的人变得越来越陌生。但是你不会啊，你让我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善良与真诚。我有时候都在想，如果能做你的女朋友，该是件多好的事儿。你要不你先说吧。那我请你吃饭吧。不是刚刚吃过饭吗？那我请你吃宵夜。早饭。哎，午饭也行啊。好啊。
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。公司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有很多中层员工都不辞而别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填补这个空缺。思维的团队不是马上进入我们公司吗？他们的人只够支撑电商团队，可是人力还是不够的。喂，云总，刚接到电话，说我们的员工意外死亡，警方明天要来公司调查。怎么会这样？通知所有人，明天提前一小时到公司开会。好的。怎么了？公司有一个员工意外死亡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先别着急。明天看看情况再说。怎么了？唐警官一会儿过来调查员工意外死亡的事情。那些人大多数都是寒元藏的手下，我一会儿带唐警官去见寒元藏，你先忙吧。那这就拜托你了。唐警官，这些人的确是红顶集团的，但是我不明白你找我的意思是。现在这些人的死因还不能定义为交通事故，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人为的痕迹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全部都是您的手下。唐警官，这些人以前的确在我负责的部门工作过，但是在事发前他们已经离职了，具体离职的原因我也不太清楚，所以我也是爱莫能助啊。好的，韩副总，希望您之后有什么消息随时和我们联系。没问题。唐警官，您慢走。告辞。韩总，您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啊？警察同志案例调查，如实回答就是了。是，是。哎，苏菲的人来了吗？哦，已经过来了。云石彤正在和他们草签。有意思啊！越想扳倒他，他好像还越强了。韩总，您别着急，可能是时候未到。时候到了，一切也就顺利了。但愿吧。感谢苏总的支持，希望我们今后可以合作愉快。云总客气了，这些年来苏氏一直期盼能与红顶合作，这次草案的签署是我们两家合作的第一步，相信我们会在天海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。是的，我也相信苏氏集团和红顶集团将会有一个美好的蓝图。
林总，看来电商计划你已经开始启动了。没错，近期我打算派人出国考察。我们已经与国际互联网巨头斯特林集团取得了初步联系。接下来，如果我们能与斯特林集团继续合作的话，我相信我们的前景将广阔无限。期待那一天，我相信你。云总，我还有些事情，今天就不多谈了。好，那我送您，谢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段飞身边的人每个都不简单？绝对错不了，我都查过了。怪不得，我们每次行动之前，他们都好像知道了一样。对我们的反击针对性特别强，云石童每次都能平安躲过去。段飞身边的人个个都是高手，小九冷风非常擅长格斗。小九本身就是全场里的擂主，唯独失败过一次，就是败给了段飞。马姬是电脑黑客高手，在跟我几次的交手中，我们算是打平了。蝈蝈具有很强的追踪与反追踪的能力。马姬，有什么能帮给你吗？有。什么？闭嘴。这几个人的配合可是在长期的磨合和训练下而形成的。想要对付他们可没那么容易。你调查的不错嘛。看来是该让贝尔出手的时候了。贝尔已经来了吗？那当然。这个汉元仓每次都给我搞砸了。云石童下一步肯定立刻召开新品发布会，到时候我要你去帮我问候问候他。具体怎么操作？接下来这段时间你直接协助魏天狼，我会让他给你人手，帮你混入会场。魏天浪？对，现在还不是甩开他的时候，留着他后面还有用。我明白了。听说你和红鼎签订了一份人员调动协议草案。是，怎么了？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你明明知道苏氏和红鼎有相当一部分业务是相互重合的，你这么帮助竞争对手合适吗？爸，我觉得红鼎集团这次转型走得很成功，而且我也希望咱们苏氏能够跟进。再说云石童这回真的遇到麻烦了。可商场就是战场。可是行了，这件事情确实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，我得好好考虑考虑。可我已经签了呀。可我是苏氏的董事长，我得要向所有的股东负责。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
斟酌斟酌。一天没吃饭吧？越是累的时候，越要吃好饭。走吧。看着我干嘛？没什么。你也吃啊？好。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真没想到，你们一直在我身边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和弯弯都挺好的。还嘴硬。看来，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。那你若是能促进他们合作，就是帮我和文文答谢他了。不过这件事儿还要看苏老的。吃饱了？吃这么多啊？多吗？很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我知道你很累，你要多休息，多吃一点很好。我听你这话的意思，还是嫌我吃的多？啊，没有，我说多吃点很好了。还说不是。喂，什么？怎么了？苏菲姐，她说不能跟我签订人员调动正式合同了。为什么？她之前还一直都特别赞同我的观点。难道是苏老？
好，放手！